次去不同的選委地方咧，個重要的目的咧係第一，我係希望解釋我嘅施政理念俾大家咧，從而係爭取佢嘅支持。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咧，就係我都希望凝聚到一個共識，去認同同埋支持我嘅三個方向嘅施政理念。所以最重要咧，我係希望等大家都認同我嘅施政理念咧，從而可以共同為香港開一個新嘅篇章。